Hello，大家早。今天是4月20，天气呢，应该是晴时多云吧。早上下了一点小雨啊，所以天空呢，还是乌云朵朵啊。但是呢，阳光呢，偶尔还是会露露脸。昨天呢，没有去看我们家的鹌鹑宝宝。今天呢，就要赶紧去看一下我们的鹌鹑宝宝。看看，怎么样的？那鸡仔们呢，也因为好几天下雨呢，没有出来散步。那今天呢，刚好天气转好一点，就看他们全部都溜出来溜达了。OK，那等一下也可以顺便，捡一下鸡蛋了。好了，我们就准备上工去了。今天这样下来已经二十五天，39天哦，那也接近即将接近产蛋的时间了。OK，我来去看看那一只鹌鹑有没有做记号，看一下。跑过来，做记号了。所以今天又没有办法逮到还没做记号的鹌鹑。好了，我们。就先到这里，我们继续要去巡视农场去咯，走咯。